看这局我们变了什么假 CT， 这现在被假 CT 比较容易发现了，玩家的水平现在太高了，不过现在假 CT 可以在背后刀真 CT 了，这个挑战非常的有意思，但是非常的困难，很难看到 CT 单独行动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在背后干掉一个真 CT。 要想成功的话，我们必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，感觉这个地方就不错，但是呢我们要先躲过真 CT 第一波的怀疑。第一波太难了，因为走在最前面的真 CT 一看到你就会开枪的，我们在 A 点和 B 点之间晃一晃，这样被怀疑的几率就比较小了。真 CT 已经过来了，我们在这里晃一晃，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就朝一个点走，我们这次朝 B 点走吧，因为 B 点是一个山洞。哦，有人了，感觉这是个机会呀，他自己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在背后刀他。完了完了，露馅了。哎，不要打我，被怀疑了被怀疑了。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好人，坏事做的不多，没有经验，一做坏事就手抖，刚才那一躲被他怀疑了，悲惨脸的打了两枪，还好我们逃出来了。哎，这里又一个落单的，正好是一个机会，我来了。对不起打扰了，撞山了，碰到正主了。哎呀，我这个假的赶紧跑，我这也太惨了，不偏不倚正好碰到真皮肤。 OK， 到真 CT 真的是太困难了，这局我们变了一只小鸡，现在变成鸡的生存率也是非常低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感觉现在大家都变得非常会玩这个游戏了，不找点刁钻的位置根本就活不下来呀。哎，我们可以藏在水里，你看根本就看不到在上面，这个可以啊，感觉这个位置就很刁钻嘛，那我们就藏在这里了，这个位置应该不会被人发现吧，这么安全，下面还有四只鸡，如果有人扔个雷的话。有人来了，第一个是假 CT 啊，被干掉了。我们看到假 CT 的话，他头上会有一个友字，朋友的友。哎呀，怎么就剩我们两只鸡了，其他都去哪儿了？你不要再走了，不要走啊，就剩我自己了，相信我，这里绝对不会被发现的，感觉周围全是人呀。这边还有一个假 CT， 感觉有点不妙了，他们开始找这里了，感觉我这里不再安全了，居然还扔燃烧瓶，我感觉我还是动一动吧，准备逃之夭夭。还有40秒了，坚持住。哎，那你什么情况，我居然和这块石头重合了。哎，这谁能发现，这是 bug 吧，我感觉我无敌了，这和隐身有什么区别，藏在石头里谁能捡得到，看这个人根本就不会怀疑在水下。还有最后20秒了，应该是存活了，这个地方简直无敌了呀。 Run! No! Get to the chopper! CT 狂暴了，咱们钻到石头里安全一点，还有最后5秒钟了，可以出来浪了。哟呼，来打我呀，被发现了，不过还好时间结束了哈，我们赢了，幸存了，这个地方真的是无敌啊。不会吧，这局我们还是假 CT， 而且还是上一块皮肤，这正好我们来完成刀真 CT 的挑战。这次我们来到了 A 点，我旁边还有个队友，我们两个在一起被怀疑的几率就小一点吧。 OK， 我们现在向 B 点移动，就假装我们在 A 点刚过来，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了吧。哦，这边又是个假 CT， 真 CT 终于出现了，没有怀疑我，那我们第一波就算是躲过去了，我打算去刀前面这个人，现在就有些人看到 CT 就打一枪，刀他刀他，那、no, 怎么不成功呢，刀他 no， 不要打我，被发现了，我走了我走了。哎，正好有人吸我，让我逃了一劫。在这个模式里， CT 扔的诱饵弹可以吸住那些移动的躲藏物品，当然包括假 CT 了，还剩61滴血，这和第一局的情况一模一样，不会还遇到真皮肤吧。这边有个人，好机会，但是我得逃命啊，不知道后面有没有人追我，我感觉这个人可以啊，看我刀。哎，什么情况，这也太难了吧，我感觉我成功了呀，那个人也死了，我们两个同归于尽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一定要点赞关注，拜拜。